你下次我女儿，她有咳嗽，有咳嗽，最近那个气流啊，比较冷，气流比较冷，在高空那个气流比较冷，那高空啊有乱下下的那个气流比较冷，气流比较冷的时候，它那个乱下循环的时候，就影响到那个呼吸了啊，气流啊在流动啊，气流流动的时候就刺激到呼吸了啊，所以呢，有咳嗽。本身没啥问题啊，本身没啥问题，就是那个冷空气的刺激啊，冷空气的刺激啊，随着温度升高，就好了啊，随着温度升高就好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